们在路上还是经常会遭到危险的覆盖，非常的尴尬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篮球小妙招，你只需要学会换手上篮。哎、你是不是想问拍了多少遍？3个小时前，咱们可以拍两个版本，拍一个你的，拍一个我吧。对，玩戏。我们在比赛时经常会遭到内线封盖，非常的痛快。拍不成，我这个下意识啊，就是不熟了，不熟了。我们在突破内线时，突破上篮，突破上篮，没有逆风盖。连说带做就是难度比较陡的，你知道吗？要想两件事。对。非常的尴尬，今天给大家给大家非常痛苦。你只需要学会换手上篮。这样是不是要更尴尬了？对，是非常尴尬。有点热啊，放松一下，这一次就过了，证明是装备。哎，对，可以避免。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福报呢？原来是装备有加成。哇，厉害啊，两三遍就过了。可以，果然不能边说词边做动作。可以可以，成功率基本上快创历史新高了。我的白，我的棒，我的白，我的棒，可以。